要先敲个盘，敲个门，敲个门。哎，大哥，蹲。请问韩院长在吗？我是邱志伟邱委员，还有郭委员，还有申汉委员，还有主任委员，我们来拜访一下韩院长。韩院长在吗？我们都是被你没收总执行权力的立法委员。我有事情要跟韩院长抗议一下。请问院长是不是已经下班离开了？执行权，院长在吗？请问办公室主任在吗？借我一下。好，这个没有应门，是没有应门。他是真的看起来今天下午有行程跑掉了。我想院长可能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啦，哈，就是没收用七分钟主持院会，没收了大家的质询之后就离开了，不然怎么会应门也没有人敲门？对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现在上班时间，院长在吗？院长不在了。院长为什么可以不在？下班了，院长不在。院长，所以原来是因为院长赶着下班，所以没收我们质询的权利啊！花七分钟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照理来说，今天下午应该质询到四五点的时间，应该质询到傍晚，应该质询到。但现在院长已经不在了，四点至少是不是院长赶着下班，没收我们的权利？院长确定不在吗？我们不知道。哎。如果再请他出来，不在就不在，有什么好说不知道的？那我们有东西要给院长，我就放在院长室门口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啊，可以推一点的设计。对，给他办公室。哎，这是院长。院长在这里。院长，我穿着高跟鞋，差一点就扭到脚啊，还要从这个小心，我扶着你，小心。那边是不是？我动不了，我差点跌倒。等一下，来，大家一起换位置，我换位置。先等一下，媒体先退。先退一下。来，我们换一下位置。小心后面人，慢一点。小心，好，来这边，请注意。画面就在门口，我靠，这个门口好像。来。